可以没有，因为意思都很清楚。那电脑断层也做过了，那颅内没有出血，颅骨没有骨折。那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那个伤口会有那个留下疤痕之类的？我想伤口的处理，因为刚好在眉毛下，那我想我们好好照顾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借着眉毛把这个疤痕覆盖住。那当然，我们最希望的是未来他心理上的创伤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家要关心的。当时流的血量跟他当时那个心理状况会不会喊痛之类的？其实赖局长相当的勇敢坚定。那他的复原期大概多久？一般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。今天会出院吗？目前我们在观察，那看状况再决定。好，OK，OK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